运安会和消防局火调人员人车陆续抵达河堤旁空地，因为就在十六号下午，有轻航机在此失事坠毁，机身瞬间陷入火海。当地七个消防分队出动抢救，但机上两人54岁的林姓教官以及18岁的日籍男性旅客，不幸双双罹难。居民说，因为飞行场地附近有炮兵营，16号刚好进行射击练习，结束后才看到有轻航机起飞。人正常你拢飞，规工拢有迄个空间好飞嘛。嗯。泡泡的时间你就未使飞啊啦。嗯。啊，等伊拄好泡泡拍煞。啊，飞可能准备的期间较无够。彰化溪州这一架失事的鲨鱼机，造价近千万，全碳纤维打造，有速度快、油耗低等特色，却意外坠毁。飞一架，啊，这边停了，啊，无停无落，啊，飞到上尾啊，佫扭足悬了起来，啊，扭悬起来，再佫靠来，啊，就转落落了，这爆炸。我认为飞行员技术是没问题，那会不会是发动机有些？因为新飞机有些时候反而会比较容易发生故障。超轻都是在一个高度不会很高，所以你的处置时间会很短。飞机究竟为何失事？运安会也派出调查官以及空拍人员到场。我们调查的面向大概会锁定在这个天候、机务、飞行操作、航机性能。以及人为因素这几个面向。失事的轻航机属于顺风飞行俱乐部，领有合法登记，一般游客体验飞行20分钟要价8000元。究竟什么原因坠机酿成两死？运安会也将从各方向着手调查。三立新闻张展智、谢云珍彰化报道。